我多啊，对不对？为着众生故嘛，哈、哦，我多。所以就是讲，这个伊底下问我，伊讲今仔好这个六祖界知识，伊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哈、哦，饿了含饮水冷暖，你拢家己知啊。你食着小阿冷，伊会甲你讲啊，叫做无情说法嘛。无你讲这食茶茶盖高压。你该啉，伊甲你讲我烧，讲我冷，我涩，我骨，我甜，我甘，他内底讲到很多话，这叫做无情说法。啊，你睇无心来知，因为你的性伊就本低本明啦，哈、啊，就是安尼，无去食，啉个潮州茶、粉蒙饼，迄就是要互你会啊。啊，有诶唔知，有诶拢当作讲哇安尼，几只几重诶，吼、哦，伊唔知影讲人是叫你五自性呢，哎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讲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。今六祖即慧明师，今仔你六祖就是我慧明的老师。伊是真正的老师啊，啊无伫咧五当也袂讲见到伊的面出变哦。所以，较早净空法师捌讲，甲你剃头无重要，甲你修戒无重要，有我道理哦，迄个，互你得法迄个上重要。你应我应我，应我应我，你绝对。家你往生前来世拢哦，你像我太遐紧哦，我三十岁就哦。较早我曾经外籍法师，伊是临济宗的四十七代祖，伊无像我安尼讲出来，伊就叫你看，啊我那去甲讲，安尼啦。甲我有一工打坐，真是去定入去，啊全啊念心灭，明明白白，啊怎啊无对去，啊佫有时啊念拢无去啊，哇纯光光尔。啊！我就做这个代志去报告阮师父，用张先生，恭喜你，你比人家出家三十年，啊，超过人家出家三十年，你已经悟了本性了。啊，伊安尼甲我讲，啊，我过来看啥物经拢，一足明了，伊较写到体相用，像心经伊个人都写，无眼耳鼻之心意，啊，你读个嘛？讲古怪，这景泰讲无眼耳鼻之心意，我都明明有甲讲无，安尼你着相。迄、那个眼耳鼻之心就是相，相意就是用，安尼无，因为伊都无相啊，体无相，迄、那个无就是性。所以佛教爱把四字无不空非，吼、哦，非生非灭，非也是性，空也是性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色就是相，空就是真空，哎，这就是安尼，所以你就爱懂得佛教真正，哎，这个悟，啊，你有这个悟了后，你的修才会好修。好，不然今仔时间到，讲到这，啊，来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结闻者。释法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咱就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好嘞，请放掌哈。阿亲们，请来现这里。对这个十六页开始，咱搁对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个应家参六祖的，而这个要五行者，好，我来。六祖地主贤切禅师参访应家禅师，以介绍应家禅应家同来参六祖。啊，咱这段。这段文是对六祖坛经的揭露，吼、哦，
就是当时这个献策，献策就是六祖大师的徒弟，伊离开六祖了，拢四界去游方，去参访。哎，参访来到这个应家禅师家，好去含应家大师底下开讲，多论法。哎，这么听应家禅师的讲，这个人改成有悟，有悟到自性，安尼。哎，那个问讲啊，禅师啊，你讲的这是啥物人甲你教的，甲你印证的？伊讲。应该讲无呢，我这吼都拢看经啊，啊伫经了解，无人印证，啊嘛毋知对毋对咧，要对印证啊，伊就问安尼啊，安尼尾啊，这个现实就讲无安尼，我甲你介绍来阮师兄，六祖大师是因为伊五祖有亲传伊爸传伊拜，这是有自信的安尼，伊讲好，啊无来去啊。现在过来吼，伊讲两二人到做起六祖道场，应家禅师邀六祖大师三匝，亲释二立啊。即马两个就讲好啊，怎啊来？来个做起六祖的道场啊。个应家禅师伊要甲伊来遮要甲伊拜访，伊甲人甲伊安尼甲伊个身躯面甲伊写三联，围绕三匝，爱怎啊？迄、那个真实，就是讲，伊其实中，伊阵啊财咧，伊无跪咧甲礼拜。吼、哦，普通你若是讲去人个道场，要去参访法师，拢有时啊记得哎。咱即嘛是拢无围绕三匝啦，吼、哦，围拢是合掌啊，请问安尼啦。咱即嘛是较方便，按古早礼数较高，就爱改围绕三匝，啊，就爱去改吼合掌改请法。吼、哦，迄是普通一个时代一个。时代的接种的方式啦，爱怎啊徛咧？伊无甲伊顶咧，阿妈无甲伊合掌，安尼即马过来。六祖大师曰：“夫三门者，古三千为仪，八万世行大德，自何方而来，成大五万？”伊即马六祖大师看伊讲：“哎，啊人大家法师来拢爱搞啊。”围绕三匝，啊，有会甲我跪咧请法，啊，有会甲我合掌请法，啊，这个来说徛伫遐，我伫对象，这个到底是安怎？伊就甲伊问讲，咱三门，这个三门就是咱出家人的意思，吼、哦，咱出家人爱有威仪，有三千的威仪，吼、哦，啊，八万的谢行，啊、哦，你咱这拢做袂到，这威仪真济，吼、哦，伊甲你讲，这。结如浆，吼、哦、啊，形如风，啊，五如浆，啊，立如熊，这有的都做袂到，吼、哦，做袂到。啊，伊较早咱出家人，拢爱有一个威仪，但袂用讲这拢无人教用，啊，无人教教，吼、哦，所以拢爱安尼。所以即嘛，伊讲大德，吼、哦，就称呼这个应家大师讲大德，你是对对来，那安尼很刁蛮呐，吼，就做咱个，安尼个讲，应家我。生死时代无常迅速，应该甲伊讲，因为我出来咧参法，未了生死，吼、哦，未了生死，所以吼、哦，即位仪我都无很重要，我所以来，个人目的是要了解生死，生死的事真大，啊，即无常足紧得到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即嘛六祖甲伊讲。六祖曰：“何不体处无生，了无所乎？”啊，真直达，真直达。伊即马就是讲，我来遮无甲你顶礼，无甲你啥物，但是我确实就是要来参讲，吼、哦，啥物当会当互咱了生死，哈、哦，啊无了生死态都无效啊，时间咧过足紧啊，念咪着过一生啊。啊，六祖我应讲，你趁较紧去悟无生。正无生，安尼无较紧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无生的意思，咱来了解，什么叫做无生？无生就是自性，那你自性伊本无生，哈、哦，无生。啊，即卖你无生，这个是咧讲体，咧讲体。啊，哪咧讲用，就变有一个回扣链啊，
就变一个原谅法啦，就是无生而生，生即无生。好、哦，即个那干你讲体，会使讲无生。啊，你若讲到用，都爱无生而生。无生是咱的性，咱的性如如不动。哦、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唔贵的缘起，缘起，你会起用，体故用，你变缘起，变念起来，迄、那个叫做来。体就是如，用就是来。伊即马起来，起来做无生而生，无生而生是将体起用。啊，即马过来考倒倒来，生即无生，你即个生起来所有的相用，无离开你的自性，完了伫自性中，所以说法袂当离自性。作用袂当离自性，你的自性就是空甲定，这个定袂离空，空无离定。啊，唔过空嘛无合定，定嘛无合空。哦，伊这就是事实的相貌，就是安尼。像咱定爱伫空中，你看伫空中，但是这个定爱伫飞，空中无伫飞。甲咱的心就是安尼，所以咱的心体就是无生。所以六祖家己讲，啊，你太。唔罕较紧去悟无生，去证无生，安尼无较紧。啊，即嘛应该话，体即无生，了本无俗。应该就该，即嘛应该就是该体讲出来。因即嘛即个对答吼，因用语义的，用我讲话，互你悟的，安尼尔，用即个语的义，互你家己回应。因为自性无相无名，就是意会，你平道言谈。伊就变名相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。哎、啊，所以甲伊讲，吼、哦，应该甲用体即无生，咱自性的心体，伊本来就如如不动，所以真假不变，如假不动，就是真如。咱的体就是无生，无一法一，无一法生。噶，啊了本，吼、哦、无俗。你若会当了解本性的人，咱这个性无一个俗，噶无一个敌。你若讲俗。都对待啊，有一个紧，定着有一个慢啊，吼、哦，安尼，伊即嘛，六祖才叫抓着你，六祖讲了无所乎，安尼无较紧，伊讲咱的自性都无紧无慢啊，有紧甲慢，都搁落对待啊，变字啊，紧甲慢就是字啊，甲咱的自性也无紧也无慢，就是不字啊，咱的自性是不字法门啊，啊，你若起用就有啊，你虽然无字，唔过用就有字啊，所以都字字不字。哈、哦，就是对胎，你对胎当来体，就是你的不二心性无生，哈、哦、啊不二二二，你若较用，迄、那个相伫你的用中，就变有二啊，哈、哦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讲，咱的自性的体，都无生，哪有一个紧甲慢？安尼，这就是解答复伊所悟的境界。即卖来六祖八，如是，六祖甲印证讲，安尼你悟对啊？哦，因目的。这个应该就是要来加以捌的，要来六祖知，看我安尼有悟无，要来印证。这叫做依心印心，啊心都无得，心都无形无相，免他印，就是以点是二滴。六祖讲对，如是就是对。你知影，你了本无俗啊，了就是明了，你明了你的本体无一个紧甲慢，伊是如如不动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的物件？所以六祖甲印证讲对，安尼你吼，应该大师你悟性啊！啊，你看因呢，安尼古早人即几句安尼就悟啊！好，即嘛过来，即嘛应该奉古为仪礼拜，哈，书仪过时，即嘛应该到遮就好。伊讲，咱今仔来头阿无甲顶咧，就是唔知影伊有阿无，要甲试看卖。啊，你既然人伊安尼有。有就是有，团圆不也有就是有。啊，今仔甲咱印证安尼，伊就讲安尼，伊就怎啊？照这个位移，改定力，改拜。啊，先那个过时，讲啊无安尼好，感恩哈、哦。你就甲印证安尼，我欢喜啊，要来去啊，改时啊。啊，即嘛六祖我啊，过、哦、过来哈、哦。六祖我犯太疏忽，即嘛六祖佫即嘛佫找一个机会。伊是讲人要走啊，唔，伊讲啊，你转去太太较紧啊，较紧要转去啊。哦，你甲看这是白话啊，安尼来，伊个甲你考转来，应该话，本自非动，岂有速呀？哈、啊，伊讲这个速，这是速度才讲三四百，哈、啊。伊讲你今年要转去太太较紧啊，而且应该随个回转来先，伊家答讲，
咱自性本来都无伫振动，哪个有速？按头拄啊同款啊，哪有速？有较慢啊。啊，伊讲你踢得较紧要等伊，啊，咱的自性都无紧无慢啊，哪有紧较慢？好个因安尼，啊，咱要做就是讲，每个月用第二摆改试看卖，啊，看真正有无？要做法随地挥动，什么人知影无伫振动？吼、哦，你若即个什么人即句吼，因想讲即是谁哦？即是谁会甲你害哦？你甲你讲谁？啊，你嘛你谁？你就会去吹，啊，你愈吹愈远，愈吹愈远。迄、那个随地，迄、那个地，地就是地啊，对，你知影无振动，迄、那个知就是袂振动啊。吼、哦，爱是上知。无知之知啊！你迄个知，伊唔知影家己啊，知不自知啊，性不自性啊，眼不自眼啊。像你目睭，你目睭袂看目睭啊，眼不自见眼啊。唔过一切因眼所见啊。啊，你这个知，无知之知啊，哈啊无所不知啊。你这个知唔知影家己知，做体拢唔知家己。哈、啊，像你镜头啊做体，知不自知，你镜头啊袂当家己知家己。一切因自所致，嘿，就安尼。所以人讲见性，见性，性不是要你看的，性是你看人的。所以话讲明心见性，你若五真，就是心明性见，嘿，心本来就明的，所以心明。啊，你的性就是见一切，所以无知，亦无所不知。你这个性就是知，就是知，迄是知是假名，叫做灵知。零零角角来零，伊零零之之，伊长零、相零，伊无间断。你念起来，伊也知；你无念，伊也知。拢无经过思考，拢总知，所以就了了常知。伊个知是相诶，毋是第六识分别则知，啊，毋是安尼。所以伊个六祖要教好，随地回动啊，啊。你讲，伊讲本来就无振动，啊，啥物人知影无振动？伊个用一波要甲试落，这个就是我们啊。你甲看，应该挖人家自性分别，哈、哦？安怎应该会甲讲安尼？啊，这都未讲一个，你讲随地，你凭讲一个名都落名字啊，未讲一个。爱在讲哦，啊你老和尚，你家己咧起分别，迄地都本地啊，要搁随地，好安尼。伊讲人家自性分别，六祖伊家己搁咧起分别嘞，哎，阿姐嘛，六祖话，你心得无生智，你真正有五无生啊，哈、哦，啊伊无代表佮挂一句意啊，讲你真正五无生的意啊，伊佮挂一句意，应该话无生岂有意，哎，意是用呢，咱真平时伫用的就是六七生呢，意就是灵思、灵想、灵分别的呢。跟咱的性是不殊不相、不分别，而了了相知的呢。这两个拢知呢，拢知。啊知，伊这个分别的知，原来是咱本性的知。咱本性这个是相知的，啊，咱这个第六识分别是无相知的，分别则知，无分别就无知。所以色甲性的分别就伫遮。人讲无者难分色性，色就意识的色，色就是无分别知，所以相别。啊，性是相平等，无分别的，了了相知。哈、哦，性是相，意识是无相。所以咱即马第六识心的意识叫做妄心，叫做妄心。啊，妄心你呐，妄心啥物人知影妄心？就是你的体，你的黑白相伊拢知，所以念念自见。哈、哦，所以你讲妄心，妄不离真，哈、哦，就是心不离无心啊。就是生即无生啊，即就是不离，嘿，就是不离，就是色即是空。咱形色色的物件，伊无离开你的真空，哎，就是定，定不离空，空不离定，水不离泡，泡不离水。即嘛是你讲即的即边，啊，若讲理想的无住，你就会当下相准体，叫做。就咱去考倒转来，意想无足，咱伫相貌即知影即希望不实，无足转来体，安尼啊，听个将体起用，叫做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安尼圆的。咱的自性的体相用是圆的，毋是干你讲体尔，毋是干你讲迄个本来无一物，何处也尘埃尔，
哎，迄个是体，啊，毋过体爱固用。我定咧举一个比如，咱个一公顶光就像体，啊，一公顶个光就是用。你若无光，伊就袂照相。好、哦，你迄个光就是用，用就用伫相。啊，你若无光理想，就纯体纯起光。像咱即物若起用，就是体相用一。啊，咱若理想无足，就当然伫体。体永远相处袂无，所以说法的人袂使立足性，变了立足性就是相算，伊个中不通，只有说通中不通，哎，啊，你得爱说通中也通，啊，你得爱言下便见，无思考，好、哦，所以伫遮，伊即马就甲伊讲，迄、那个应该讲无生其有矣，哈、哦，啊，像廖祖就甲讲，无义，随当分别。你讲无义，啊无义是上帝分别，吼、哦，六祖要搁来试一言，应该话分别亦非义，吼、哦，而且你若知分别亦非义，安尼你就知性的本质分别，甲义的意象分别。咱这个色，就是唯识，是色所色，因为咱这个色都爱根尘合合才会生色，你的眼睛对色尘。根尘合合，你第六识伊才会分别，第七识才会集，第八识才会独从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你这个会分别的这个妄分别伊会灭哩，分别了会阁无伊。到为什么你都悟性性用袂出来？因为你已经无明有识啊，都爱将识转正。你伫即马伫你这个眼见识、耳听、耳听声，吼、哦，这个六识甲六尘。尘应该是五尘呐，眼对色，啊，耳对声，啊，鼻对鼻对香，啊，舌对味，啊，身躯对触，即五尘，啊，六尘伫倒位，六尘就是五尘落下落来，搁留伫心灵，迄、那个叫做化尘，迄、那个叫做法尘，是安尼。啊，即个原理无离开你的色做主，所以六色是心王，你第六色，吼、哦，你呐，伫即个相上的分别。低价低空无执，哈、哦，对法低妄，伊是虚，哈、哦，无执实，安尼都是法空。啊，你对你这个心的分别思想，哈、哦，起念作意，你才知影这个是妄妄心，伊是妄想。你莫甲执实，莫甲执我，我要安怎，我要安怎，大家都念我，我要安怎，我要安怎。啊，你若莫甲执实，安尼叫做我空。五法二空，伫佛教名叫做正果，所以毋是有禅的正果，有禅是有二神通功能尔。正果就爱断见思行，就爱像头拄安尼，已经无心，境界的心，你善念分别，你无贪嗔痴的心，贪嗔痴断去啊，贪嗔痴无去啊，你这个意识袂使讲个意识啊，爱叫无尘智啊，专地，共这粒心。但是你咧有染甲无染的差别，啊，无咱咧念佛要创啊？咱咧念佛就是以前来转染，无你现在念一个念，你看像咱电视做迄，做迄一个少年啊，伊要好好举刀来挂阿妈棍，八岁囡啊，哎，刀来共挂嘛，刀也袂，就是迄个人，一心起念，啊，伊袂用用心好心用，伊讲伊无头脑恶杂，安尼。啊！恶杂心来怎家己那挂咧？啊！即嘛红裂呀！迄若讲挂死，后日就搁落地缸咧，关搁落地缸，地缸淹落去，无好过，安尼感觉都无好过啊！哎，都无好过啊！啊，所以咱会安怎拢将一念生？所以高修行的人一定爱找着性，先悟到你的性，啊，将性起用，爱经过你的智慧筛选，选择其他的。帮助人诶，对家己无妨害，你才会使用。啊，无你一念之差，你念一个唔对，你害啊，一生都足惨诶，足惨诶。像迄个出来表嘛，惊社会人惊，家己爱阁受足侪报应。啊，你将过找因，伊讲开人，即卖法官也无用，警察也无用，法院也无用，哎呀，对对来，对一念缘起。所以即一念缘起，学校无爱教，足可惜。真正的囡仔呐，应该教将一念缘起，你用智慧管理，拢爱利他，
现在这警察就无头路啊！系啊，你像咱阿那边怎犯啊？咱知影因果的可怕，咱呢，所以无咱头头咧界限，有诶拢毋知这个界限的厉害。咱受义中皆罪性，你戒咧心戒精，啊，你念佛起来也好，你内观，吼、哦，一念的起处伫倒位，用心观也好，迄叫做实相念佛，要观想也好，拢会当互你用。化懵懵，就是念观地甲所观境。安尼尔，啊！你每一个念起来，你爱念念自见，你坐咧若看会准，我头头去走呀，下面佫甲带转来念佛。你若有法度通顾一条，人讲顾无，你这个心真了无心，因为你拢带妄带染，你真个念袂清净。无净土宗甲你讲，一念清净一念佛，念念清净念念佛，佛是你的心清净的哦。所以人讲愚人，戆的人求佛，智人求心。伊讲菩萨拢伫心性中求，你的心性上要紧，你的行因并起念，你的智慧诶了了自见。所以打坐你就是学看念。有人讲你在念拍佛，就是念看袂掉，走也毋知，也毋知，走去菜市啊，念佛就念到对家来，迄就是伊迄个观照不力。佛教上重要就是慧，慧最要紧，慧是你的主人翁，因为你要成佛成道要靠慧。系啊，你这个慧，你当有法度照你的善恶念，你这个慧，当会当专业念，断业念。你若念着歹，不要用它，不跟它跑。啊好诶，你阁可以会使用咧，经过你阁观照一下，好好甲安怎样？会变安怎样？搁看较真嘞，好安尼。你若即个学会好势，其他拢结实嘞，拢安怎拢好，吼、哦。要来做啥拢好，拢心念缘起。你讲要拜佛，嘛是你念缘起缘起的。你要创啥，拢是。你搁会用敬啊吼，安怎敬都敬着好。啊无，这就是确实的厉害。所以悟性唔是成道，悟性是底体或者底真达梦。啊！你性，伊本来就免修，性伊都本性免哪修，就是修用。因为你莫用个歹就好。像你今仔日一早较用，每一个念拢对人好个，你用绝对好困。啊，有诶太知，有诶个亲翁仔某都本来好好，啊，讲要出去对，啊，出去伊要安怎，伊要安怎，哇，较烧热，尾啊一个当来，啊一个落尾当来，啊，因翁问讲啊，煮饭诶，要食去煮。因某气着我来煮，安尼啊？为什么太安尼？啊，伊都唔知迄个念起啊，关着啊。甲有翁仔某唔知即个苦楚呢？直直关，直直食咧，关到最后袂去离婚呢？迄就是袂晓用心，啊，无娶某相惜个啊，啊免聘金啊，人甲咱饲较大汉啊免饲啊。哦，你饲较大汉偌济本钱，你算看麦？啊免钱，啊来咱兜甲咱做分会，佫免薪水。讲得上简单个啊，你较早听伫听哦。你要顾袂到啊！啊，你若有一个倒下手，脚掌仔给你打来，看结果好，吼、哦！甲你家做你的助手，你都会好啦。所以，无论结账，还是结婚，人对人都爱拢对好的心，互相帮助。唔通我好，你甲我注意，我有一工要你好些啊，好些。你看这偌大恶念，谁知道啊？有诶，不是嘛？安尼，今日甲约着讲，好好好。你教我记咧，我有一天打水表，你亲笑啊，亲笑。啊，为什么开安尼？他不会用心，白心用。所以悟的人，伊对这個，无你讲这悟道性偌好，伊讲小悟一及颠倒相，不力精进合法心。你若无这么悟，像今仔你无悟，你唔知几十劫你都未悟，你嘛拢认这个妄作我，会想的都是我。佛问阿难啊。讲阿兰，你的心伫底，讲我的心伫遮，伫内底啊。讲你的心若伫内底，你就看到肝、脾、脾、脾脏啊。伊讲恁无无，我的心伫外口。讲阿兰伫外口，你就看你的面门啊。伊讲无无无，我藏伫中。讲若中，就向边看。伊讲拢无，我也讲六七遍，讲袂好。伊讲我知，就是灵思灵想，迄、那个就是我。佛解讲，噗，迄、那个唔是你，迄、那个是妄心。阿兰讲啊，我无法度啊，何作功德啊？佛祖他讲这十番显见，甲十番显见，你讲啥？你讲遮，咱今日讲遮，只见
为心，见是看哦。所以咱今介只讲要见性，要看到你的自性。傻瓜，你的自性在看人啊，都唔是在互看的啊。吓，啊，伊就是不唔知，干目睭开开，直直要找性，我也性伫对，我也性伫对，找不到。吓、啊，找不到，你都爱像安尼看经，啊，你经有意义，你看袂出来，你都要探听。咱今国内对一个法师，对一个技师，已经有我啊，人家公认的、那個，你就去给他参访。他起身给你比一支镜头，你就看、啊、你有的人不知道，先看看事物非物、啊、但我修到对也不知道。人家说菩萨啦，你修多久？哦，二十几年。你修到对，我才知道。不知道，所以就没程序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说的，这就是停俗、啊、就是六字心。我们现在在说这个就是明智之心，在说佛的真名而已。啊，即马即下呐，讲了，当煞过观行，当教看咱免啊练，吼、哦，练到你的灵观地所观境清净，转过相思位，见过五六神通，哎，这是有程序起来，将学生啊变朴素，师啊变师傅的，哎，啊有诶拢无啊，伊甲伊讲个一本经遐，经看过遐一本，啊无头无尾啊，变安尼，啊咱这绝对有头尾。所以我若甲一个新开的课，拢要对六字心讲起，啊，即个讲了，佮再来讲别物，好、哦，安尼，无咱回当来看文，好、哦，即嘛，伊甲伊讲分别而非瑜伽，安尼就是你，即、這个瑜就是意识、六识性，好、哦，拢总有八识，啊，识就是有分别的，识就是有无明才有诶，所以即个识叫做相别，啊，你的性是一致呢，叫做相同。哈、哦，就是无差别，哈、哦，平等的，相同。啊，这个意识个人想无同款，相别的，作业不同叫做相别的。啊，唯一的办法，就要甲义转做智，这个是正正得到正因。啊，无你话讲好，我做个坐禅，你会得到，无一定。坐禅有正禅甲邪禅，你要破过咧四禅八定，九处地定，唔是遐容易。完全自力，所以尾仔你就算来学净土。我讲你念一句佛，敢会当赢四禅八定？讲赢到过头，你四禅八定过过迄个九处地定，互你修到相别，也是地前罗汉。你无去转大乘，你也是无法度。啊，你念一句佛，念到因地伫因地念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念到变高相，弥陀现前像我，甲你接去你西方。你变黄金身，年年十八春，六通古足，因遐生都有这个报通啊，嘿，遐气就自然有。你想教出世，暗时也自然有看，嘿，遐唔免阁学呢。你去西方唔免学，都有神通啊。啊，你到遮学到要死，坐到要死，坐无，较济病都弄袂过。哎，因为你即马现无叫这个报生、报将，甲你障碍啊。啊！你即马若死，啊死你身躯下个呀，剩影尔啊！啊！你阁想过佛甲你接引去伫莲花化身，咱去七宝池莲花顶，即马去伫莲花内，迄叫做莲花化身呢。莲花化身，迄做莲胎，啊遐一个开，就见佛五不生呢。啊！你伫遮，会像做狗遐，伊若倒报身啊来做人，伊会走去对做，爱走去愈强的主强呢。一念心怎啊走去愈强的主强？伊毋是只狗仔，遐些只，经过九月外日出来变笑话长咧，比只狗仔计足大只个呢。哎，这转生好可怕！甲伊若嫌做人无够大心，你去西方莲花化身过，万丈金身呢。哎，啊，讲这人大家唔相信，骗笑个狗有影？无影，你就去生看卖。迄狗仔去看到像认袂出来，去爬伫墙脚讲：哦，我这烟人太只机啊，这是对个啊。伊搞不清楚，伊个目睭看袂着了，一只手看袂着了，甲咱两个目睭看袂着了，佛徛伫面头前，你都无看，你都无看，因为你进肉眼，你要看到佛，都爱心清净眼，无你看袂着，系啊，爱佫强相性，无你袂当看，所以学这佛吼，咱爱像安尼考虑，咱要安怎学才对，爱经哦对，一日清理。啊！你经唔对，学三十年，唔知伫倒位，
所以像现在我们照兴俗来，现在我们回来看文，现在六祖法，他说现在小有一俗，现在他就给他赞叹了，他知道分别亦非异，这就是开悟，就开悟，所以叫那些老一辈，现在我们现过来，应该这样我们过来看这个十八页，现在这是六祖一心会，我们来读文，有一天六祖大师过境外，我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诸人欢喜。六祖大师一个人出题给人，他也很爱他的徒弟，大家都误误。啊，你真的像你刚才误误，这条文随看你是用随误，不用问别人。六祖说，我有一物，他在说有一物，在说什么？他说无头无尾，到有头有尾就是相啊，像那鸟鼠啊，有头就有尾啊，那就是相啊。啊，无头无尾就是相嘛。哥，你若看到一字无的，啊一字非的，啊一字不的，啊一字空的，迄种代表性，像这你甲分哦，真头就是相，尾就是相，啊无头的就是相，无尾就是相，安尼，一直甲你讲相甲相，相甲相，甲你讲甲出名啊。所以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恁捌无？安尼，伊这个地，规个拢甲你五有一物，迄个你讲自性，啊无头无尾嘛讲自性，啊无名无字嘛讲自性，啊无背无面嘛讲自性，啊即马咱问看，迄、那个自性恁敢捌哩？哦，这是题目啊。啊即马伊内底有一个徒弟叫做新辉，哦，这个人介心识，伊含六祖上后边呢。伊十五岁就遐咪论家，好像你伫遐即是迄落有看有看啊，无看安尼，是知啊唔知啊？啊廖总，哦，我即个囡仔只白目，来啊来讲问我安尼啦，伊就举一支迄落拐啊，就对脚掌甲牵落，倒来讲，我请问你，你会听啊未听？心里是讲，即煞多啊想想来讲，啊我也听也未听，哎，伊用粗语啦，啊也听未听，啊真正憨呢，会听的是肉身呢，未听的是自性呢。像你遮伫上，你遮伫上，你安尼憨，谁伫上？皮伫上哦，毋是你知伫上，你知要对。像像你知影大殿就去走去大殿庙去做，啊你知影新德毋就走去新德庙，吼、啊，所以。伊即摆甲讲来讲，也听也未听。伊说答未出来。六祖讲会听的凡夫，未听的就是木鸟，茶甲石头，毋得未听。六祖毋甲讲破，迄、那个未听的是心，会听的是肉，安尼就正确个。啊，伊就凊彩甲引，安尼啊，伊六祖讲啊，我有看无看，吼、哦，我嘛欲见欲不见。伊讲我吼、哦、只见自己个。不见他人非，好，伊即马甲用对书来，说恶想是坏，好，因这个徒弟啊，就是只白目啊，伊即马跳出来，心非出发，是诸佛之本源，心非之佛性。伊讲我知，迄都是佛祖的本源，伊的本性，我心非自性。哎，讲啊对唔对？对，啊对，伊含题目无下，好，即马来廖祖那个讲，廖祖大师话。向你道无名无字，你便犯作本源佛性。你向其八宝戒条，也知性格低戒中道。好，而且嘛，六祖就讲，啊，我着头啊出地，就甲你讲无名无字啊。没有你，无经过思考悟着就好。啊，你无代无志，干那甲跳出来，甲我天名甲天字，哈？你甲天落。啊！你安尼就去落地名字啊！伊在讲你过去就是拢向去，拢爱，你拢都爱搁摕一顶迄落说草的叶来砍土头人，哈、啊！所以你以后安尼，你才当成一个地界中道，你会了解尔，唔是真悟。因为你还搁名字假咧，所以各位恁今日人悟着，唔通有名字假咧，唔能讲你唔知啊，我悟啊，你唔通安尼讲，悟就是悟，骗你借住。唔知你即马甲对拢我，安怎甲对拢我？因为你知影你的性，
伊本来就无振动，变有振动诶，你无对去，你无对去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即卖足清楚，安尼了后，你诶心振动，你起心动念，了了相知。啊，你歹好诶，明明白白，选好用，歹卖用，你自然毋免修改，都有改。啊，你诶慧日日精进，啊，你诶定日日精进，所以我后起修，修一工。看下人修一劫，啊！你无我人，何你安怎修？最高个阿罗汉，啊！要到阿罗汉无遐简单呢。中要经过遐禅，经过遐磨苦，无遐容易。迄种完全自力。啊！你往后，你怎样用自性定？你的自性本定，安怎本定？本慧，你的自性本来就无伫生灭啊，伊本来就无伫振动啊。你只别伫振动，也无对你振动啊。啊！你干咩？像伊伫骂你，迄声上现前啊！你的心也无对去啊！伊伫骂你，像咧做电影互你看。咱即么外后，你心惊现前，就是装惊，心就是装。啊，你的心像惊，像即么恁坐伫遮，拢我镜中放影，阻止他，他即阻。你甲我，我你的身躯甲我的身躯，拢共款伫我的心中的影像，都是相分。系啊，啊你若不持不持，你这见分不持相分，伊本来都无办，毋免求脱。这叫做禅。啊，为什么有北？我就看到作贼的。你印安尼，我就听到作贼啊。啊，你无北跳了北，你心本来就无得切，甲无切，因为迄个声响，你才起切。你人介古怪哦。哎呀，你跟你小看，你甲讲安怎？伊讲你才安怎？上面红讲，我都唔红讲啊，有一个我伫遐假的啊。哎呀，啊，家己假的，佫唔知假的，拢执伊是对。啊，毋是金五，啊，你五都无破，都五金五剑拢记咧。啊，你尾啊，做学到尾啊，都爱学到随缘。人若讲讲啊，如是如是，啊，拢定伫如是，拢如如是安尼，变安尼。啊，足好参详，啊，足好讲话，变一个吼，足自卑的人。啊，拢啊，哎呀，你好好讲话，人要个站头你也讲好，你管他死，啊死都无死，嗯。哎，就知影无死，生都未死，身躯定会死啊！头站也是较早死，啊无站的后日病生癌，较晚死尔嘛是死。你哪会当无死？生死是生灭的，迄是幻化的尔。啊，你要甲接死，哦，要连甲生死也无接死，这个经呢判啊，我讲，你已经证到不生不灭了，所以你不亚生死，不入涅槃，你是一个大菩萨。而且我只有那对人讲的尔，我做袂到啊，无遐简单吼。这讲归讲，做归做，吓，无遐容易呢，吓。因为这个五秒无会唔像讲会通，所以咱即马先五，啊，再来起修，慢慢啊练安尼。好，即马咱阁过来吼。即马这篇原来是，即马十九页，要如何解悟真如心？这个自性，吼，咱这个文就是对《般若心经》这边中法师写。咱这文每一个文拢有来源，拢绝对予恁有当对的，吼、哦，咱毋是家己安尼凊彩讲讲的，这拢一定有对人有公认的经体出来，吼、哦。即嘛来咱来甲读，伊讲真如心者，在各部佛经内面差不多都有说明他的所在，可是立名却不一样，名虽异，其义即同。伊即嘛就是讲，这个真如心，啊、哦，咱的自性就是真如，啊、哦，真就是不变，如就是不动，咱的性就是安尼，啊、哦，伊即、這个，伊讲即伫各部经典内底拢有讲，因为每一本经典的体，咱的大乘经，伊绝对无离开体相用，体相用三大叫做实相印，啊，那小乘的叫做三法印。哦，伊就诸相无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啊，你大乘的都是体大、相大、用大，叫做大方广。大，咱的性大到无外，无来无外。哈、哦，啊，你的相，哈、哦，方，方就是相，十方无边都是大，哈、哦，大到无边，哈、哦，迄叫做相大。啊，来广，广就是你的作用，用大。偏离切处，达位都会用尽。好、哦，这叫做三大体相用三大，叫做实相印、实相五道体，叫做实相。
母五条体不是实相，好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有时啊，就是伫这个差别中，所以人爱多修、多闻、多看，小乘经甲看，迄是修行的基础；大乘经甲看，你才会悟性。啊，你以后的作用，你才会看我。你悟性后，人的生活，互你看，人无共，安那无共，伊嘛是人，唔贵的知影假，知影空的，伊袂执啊。那么讲，师父你在做什么？游山玩水，打瞌睡。哎，啊你睇安尼，啊本来都希望啊，佮爱困就来困，爱食就来食啊，那就要爽放，啊就随缘就好啊。哦，啊你若做个安尼，你真正袂白啊，你袂白，你对生死嘛袂白，因为你怎啊袂死啊？啊你有一天若要死，你当欢喜啊，因为死都解脱，咱以后免食免谈，免落辛苦破病啊，佮放放好，提拍点金烧烧嘞。啊，咱还没念佛，西方现前，咱等下遐年年十八春啊，咱阿通搁多只做只众生，好，啊，你有安尼的准备，所以若有一天破病来，医生来甲你看，药啊罔食，会好好袂好，拢甲叫阿弥陀佛做，你着甲叫阿弥陀佛，我这回咱要差不多啊，吼，你好来啊，唔通搁等我，较早来，安尼罔甲叫，叫一声嘞，伊讲啊念安尼一声，足声。啊无，我即马念要举这支录音，录音一日就来，你无看？我若无要甲念，要甲举，煞家己会爬起来。一切将念生，无看你内底偌济物件，你无念，迄项袂叫你去啊。啊，你唔念佛，佛煞会来。佛都伫你念中生啊，伫你的心性中生啊。啊，伊唔知佛对对生啊，有拢搞不清楚，伊拢佛住伫西方，无你塞飞机去吹，对塞边去吹，那吹有我输你。伊都唔知啊，啊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这个悟性介重要哈。伊即马每本经典都是用这个自性做体，啊，伊唔贵立名，无同款，作者种，哈，啊，唔贵作者种无差。你呐了解拢相像，哈。伊讲涅槃经，哈，为之相助佛性。咱伫涅槃经伊内底，伊内底讲常住佛性，安尼。有诶无我啊，三秒都相助佛性，伊嘛是照伊读。你有我就讲哦，你讲你诶不生不灭来体，你一日就知影。吼、哦，啊楞严经为之妙真如性，哈、哦，楞严经就是讲妙真如性，哈、哦，真就是未变如，就是未动啊，啊、哦，就是安尼。啊妙，你讲有无当体，讲无伊个明明白白，啊、哦，就是妙真如，啊、哦，华严经为之一真法界，华严经就是讲一真法界，一真尔无二真哦。你这个自性唔通讲，自性是你的了。自性伊这个就是空性，伊这个无相，实相无相，伊无相，就是无相的共相发心。十方众生，变会叮当有思想的动物，伊拢本具，就是安尼像虚空空界的，虚空唔是干你你的，虚空空界的，大家拢在虚空中，啊，咱的自性。咱这个身躯在自性中哦，所以你悟到你的心跳出来哦，你这个你这个变不同啊哦，本来咱是唔知讲，改成咱生伫地球来哦，歹势哦，地球是你的心生哦，你无心透地球，山河大地是你的心生哦，伊讲透可能，哦，无可能，我比如我你看，你用去困啊做眠梦，梦咧盖地，哎，嘛是有虚空。啊，嘛是有土地，啊嘛是山河大地，有人物，有什么有海？啊，你房间都无十平的，太当变了宽。山海边怎安怎用的咯？吼、哦，啊你内底房间都明明太露啊，啊你望起来都山河大地啊，毛树呐，上铁树的房间种，迄种你的心的缘起生哦，不将它来哦，所以梦中无论什么境界，都是妄想。梦想，甲日间无论啥物境界，都是梦想。梦想，你坐禅无论啥物境界，梦想，真心无境界，虚空无境界，心如虚空无境界，比如境界拢延伸的，拢延起的，嘿，所以唔通迷坐禅，会看到头前像电视，啊有人咧写字，甲你开示。黑龙如幻如化，不处，你摒处哈，
唔免偌久，你就会当开工开单，奉请教。哎，啊，有时就叫你去跳楼。哎，迄鬼神话，啊，你把你都别啊。鬼鬼有什么不好？你当鬼好嘛，对不对？你那报真正来做人啊，啊，甲鬼讲啊，爱念佛，定做鬼嘛唔好。你若惊鬼，鬼拖的；啊，若唔惊鬼，鬼就变你的徒弟。鬼嘛是未来分的，哎，所以有个人看无，所以你知影安尼，咱的心一体就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就是体。啊，咱体具用，你用净的，就变素性；用染的，你就变六凡。所以修行是修作用，体唔免修，所以五后唔免执，五后你安尼甲起用就好啊，好啊，甲关照，你的念拿起来。要做什么？会不会害我？念起来害你，别你的心关照一下。啊，无你去念害着，你就吃亏啊！吃亏是你啊，心是你在想，啊，苦是你的心呢。嗯，所以万行都斟酌啊，无注意就叫拖拖的哟。好，这么过来哈。伊讲本经心经为之实相啊，这本破这心经啊，伊的体就是用实相。所以，介侪人这个实相搞不清楚，伊实相，伊讲实相就是无相无不相。那你讲退这边实相无相，伊空空无一物；啊，那讲用伊就无不相，伊会当执一切法，伊离一切法，搁执一切法。喂，唔是讲这边的，哦，像六祖头案哦，伊讲菩提本无相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伊在讲体，尾也要出世，因师要加些效应。伊才讲：哎呀，何其自性，明生万法，就是用。可你这个万用这个万法用精呢，你当未调掉，用染的你随爱轮回。好、哦，所以伫用，有拢唔知干哩要五性五性，性一定爱五，佮都爱注意样用。都爱用清净后，你才会解脱。自力爱行到安尼，你无安尼无可能啊！啊、哦，所以看到这是相，啊、哦，这是跟你讲一个体，啊，你还去看到伊的用，或者是相、无相、无不相，啊、哦、啊，啊，即嘛能够过来哈。伊讲禅宗即何何之谓？主人翁学正法眼藏，由本来人定。现在禅宗呢，他就是跟他说，你的主人翁，你这如如不动，了了相知，那就是你的主人。你这个想，这个是梦想。正法眼藏，正法的正法眼，对，你正法就是你的心上正的。那眼就是会明，就是有看，就是正法眼藏。有本来人，因为禅宗有时说得比较活泼。就是你的本来人，本来人，迄、那个就是你的自性啊。伊讲还有如不性、幻觉、法性、法心、如来、自性、清净心、平等觉、等等，诸如此类，甚多名相啊。以上只是略举啊。伊即嘛就是讲，还佫有一挂话讲叫做佛性，有话讲幻觉，哈，有话讲法性，有话讲法心。有的说如来，有的说自性清净心平等觉，这些都是你说你的体，尤其这个发心大家要认识诸法的心，像我们这个身躯，你的眼睛也在你的身躯，耳也在你的身躯、啊、你这个自性就是发心，一切法都用于做体、啊、你说这支笔也是你的心，在你的心中，没在心外，你五个人心没外，十方世界都在心中，绝对没外，无一样啊，当离开心心外，所以心外嘛无佛，佛外嘛无心，一切拢伫你的心中。啊，你的心生做安怎，就是无相的实相，伊空空无物。